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灯能照亮典籍，而典籍如灯，可照亮世人。教天下人做文章，也是弘扬圣人的立文之道。为世人说文解字，传续圣贤原意。礼是什么？那就是做事的方法。一鞭在手君无怪，撑点蓬山刺兔树。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。孙将军，你我本岂是交啊？死去！做奴仆的滋味不好受啊！伍子胥，我错了。我最大的遗憾是没能劝你留在楚国。我一生护书，书却因我残缺大半，愧对我失去的妻儿。我横遭祸事，身躯已残，青史不可废。知行合一，致良知。一次春秋，以戒为绍，写成一部让所有人都能吃饱饭的农书。希望天下医者人人有方，大唐百姓也能家家知晓。做一个让天下衣食富足的美梦。天下之多者，水也。人逃不过光阴。没有你，本草纲目我能写完吗？昨天走不到就回家。啊，母亲，我想你了。我的三只小老虎啊，你们各成一彪。我一生爱茶，一生写茶，要感念的人太多，我是一个享受人间温情的。